教大家骗这个鱼片。你看啊，向前推，向后拉，第一片就起来了。向前推，拉，推，拉，又推，再拉，再推，再拉。动作要快啊，姿势要帅，千万不能出意外，是吧？斜大概15度角这样子，你斜度越小，它这个鱼片就越长啊，记得吗？你角度越大，它鱼片就越短，角度小它就可以拉长一点，是吧？它如果它会滑的时候，说明你刚才这个菜板啊没有刮干净，好不好？力度没有掌握到位啊，会滑的地方说明那边有水，大家都有看到吧？这边比较光滑，它就有水就会跟着跑过来了。好，那这一小块片段，剩下这一小块，一开二，不要断，这样就搞定了。来，看懂了扣一，来，家人们，看懂扣一啊。